昊天宗，是睥睨天下的昊天宗。我们不只要再创辉煌，也要守护好整片斗罗大陆，才不算辱没天下第一宗门之名。我知道小三有办法帮你断指重续。孔雀翎和佛怒唐年，楼高前辈都完成了，前辈为何没来？老楼做的暴雨梨花针怎么一根银针都没有？陛下有令，要亲率百万大军决战武魂帝国。皇室存亡，皆